Well, actually, in China, there are more jewelers going abroad. And Shenzhen Cuilü, as the founding member of SGE, is just one of them. So now let's welcome Mr. Mo Haidong to share his opinion on the global cooperation of gold market. Thank you. Welcome. 好，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领导，首先在这里，我对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这个热情的邀请，以及 SBMA 的热情的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以后我们与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一个好的合作的开始，尤其与我们的 UOB 银行，将来应该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圳翠绿集团的有关情况，同时呢，已经展望一下我们未来在国际方面的业务合作。希望在这个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下，我们作为民营企业，能跟随国家的相关号召，能走向全世界。好，谢谢。我们深圳翠绿珠宝集团有限公司呢，这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整个集黄金、珠宝产业整个产业链于一体的这个民营企业，旗下呢就拥有这个深圳市这个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翠绿首饰制造有限公司、深圳翠绿金链有限公司和这个翠绿黄金金链有限公司，包括还有其他十几个控股和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翠绿集团呢，经过23年的发展呢，已经发展成为全方位的这个黄金产业企业。黄金产业企业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从1996年已经开始这个涉足整个中国的黄金产业的发展，应该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这个业务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包括从黄金的生产、销售、加工、回收于一体的整个黄金产业链的综合集团。这里头包括这黄金交易，由我们深圳市翠绿金业有限公司和香港的这个翠绿金业国际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呢是主营这个黄金的交易的。随后我在后面会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深圳翠绿金业公司呢成立于2002年，公司呢当时是伴随着这个我们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当年由于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起成立之后呢，我们作为这黄金产业有一定的规模和发展的前景，我们作为代表民营企业参与了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成立，以及作为我们的这个代表民营企业作为发起方的7家理事会成员之一，现今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香港翠绿金业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于这个是2017年，这是响应上海黄金交易所成立国际版会成立国际版的这个业务，我们成立的专门用于拓展全球市场的国际版的会员机构，后面会向大家详细的介绍。黄金金提炼公司叫深圳市翠绿黄金金炼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本身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合格交易名单内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合格品牌提供商之一，日后也会成为 LBMA 的 GDL 清单成员。其他呢，就是包括我们的黄金加工，有翠绿首饰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生产这个零售相关的业务，旗下有各项的零售加盟店，还有与各大金融机构的这个门店各家分支支行的这个产品的销售是对接机构，还有我们的翠绿首饰制造有限公司，这家制造公司是包括我们整个集团的生产加工以及各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的加工能力都在这家公司体现。还有深圳是传代金文化有限公司，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产品线，这是生产我们的专门的金箔，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加工层面的一些金箔加工能力，比如一些白酒里面的金箔产业啊，各方面都会在这个传代金里面体现。
这里就直接介绍了我们的相关的业务类型，我们包括有黄金、铂金、 K 金、钯金、银、钻石和这个翡翠等各方面的业务都涉及了。我们分成三大板块，有这个黄金交易平台，有黄金提炼的这个业务，以及黄金加工业务，这是我们整个翠绿整个集团分成的主营的三大板块。这是我们民族这个品牌了，到目前呢已经有23年了。这是我们这个翠绿集团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图示。我们包括有冶炼，有黄金交易，有生产加工，有批发，有零售，最终是结合客户，这是我们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模型。这就是我们翠绿金业，是作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综合会员，就是可以为全国内的各家机构代理开户的。将来如果各位在国内有分支设置相关分支机构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综合会员为大家进行代理交易，包括黄金原料的提取，在银行的合作，以及在这个黄金交易所的交易，比如 T 加 D 各方面的业务，都可以通过我们中国会员来进行代理。这是我们翠绿的香港翠绿国际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代理国际版的相关业务，是成立于2017年年底。这家公司呢就是可以接根据有关的这个全球的有关客户的需求，直接为注册于大陆之外的相关机构开设在 SGE 开设相关账户，承接相关的业务。简单的来说，如果我们注册在香港或者东南亚有关机构，需要在 SGEI 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版进行交易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国际版的会员进行开户，委托开户，成为这个国际版交易会员之后呢，我们可以为他提供相关的一个产业链的服务，包括在这个离岸，刚才赵方华总经理提及的，在这个深圳成立的这个离岸仓，就 ICBC 成立的离岸仓，我们可以为他提取这个实物金，同时呢，我们这个深圳翠绿金炼有限公司也能为我们海外的客户进行黄金的交割，因为我们深圳翠绿金炼有限公司也是成为这个 LBMA 的这个 Good Deliveries List 里面的成员了。因此呢，随后我会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国际版的业务合作的一个模式。这里就简单有一些图示，包括我们的这个题库啊、安排啊，以及相关材料的填制等等，包括金库，这整个模式是属于一个标准的流程。日后呢，这是在我们原来在国内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现在经过上海交易所的这个协调，包括深圳海关，还有这中国这个深圳人民银行的相关的这个流程已经理顺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完全实现为境外客户进行黄金的提取，直接委托我们企业内部进行加工，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个回收，比如在这个东南亚通过 UOB 银行就是协助我们会回收一部分这个非标准金，我们进委托在这个国内进行精炼之后直接入到 ICBC 的离岸仓里面去，就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离岸仓，所以的是无论是哪个环节，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协助各家客户进行实现。这是我们翠绿精炼的有关的这个证书啊， ISO 有关要求的有关的这个准入一些我们的证书。我们翠绿精炼公司呢成立于2007年，是我们翠绿金业的子公司，注册资金是1.5亿，主要从事黄金、钯金和这个白银的有关的回收，还有提纯、精炼等业务，是深圳的贵金属和提纯的精炼的企业的龙头来的。翠绿精炼我们现在拥有这个先进的这个生产线、实验的检测设备，符合国际的有关要求，这个日提纯黄金达到1000公斤，也就1吨了，具备年生产能力80吨标准金定的产能。目前 LBMA 的合格金定供应商认证已经
已经开展了，所以呢，应该乐观预计到今年下半年可以成为LBMA 的这个 GDL 的这个认证机构。这是我们翠绿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标准金钉认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这是我们翠绿集团参与的各项国际大的是一些合作会议，包括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这个特许经营生产商，第16届亚运会的贵金属特许生产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贵金属特许商品授权商，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的全球合作伙伴，这是我们作为翠绿参与的全球的各项的会议。这是简单说一下我们翠绿在国际上参与的一些会这个协会的成员吧，包括这个世界黄金协会、国金把金、铂金学会、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综合会员，以及标准金锭的供应商，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标准金锭供应商，中国黄金协会的副会长单位，中国珠宝首饰行业的单位会员，中国黄金行业的先进集体机构，中国工商的百强企业，广东省500强企业，深圳文化创意产业百强，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中国的知名品牌，深圳市连锁经营的50强。这是我们整个翠绿获得一些荣誉。刚才呢，就是提及的都是我们翠绿原有的这个我们原有的这个规模啊和发展的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发展展望。大家众所周知，就是今这几年来中国的这个黄金产业高速发展，以每年2位数的速度进行发展。但进入2018年到2019年，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平和期。加之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的情况，其作为我们民营企业，也急需是跟随国家走出去，想创造新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所以呢，这次也是希望能够响应国家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能与比如现在至少是走海上丝绸之路，跟我们东南亚的有关国家和机构进行合作海外的业务。我们翠绿本身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生产产能和生产质量的这个能力，足够以足够好的产品和市场拓展能力，各方面能够服务各家海外的机构，包括我们在国内能为各家机构配合这个黄金原料的提取、生产、销售，同时呢，国内方面也能为各家黄金机构进行的黄金的回收，直接标准金锭入库。那现在呢，很快会有这个国际版，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版。我们通过香港的翠绿金业国际公司为大家提供类似国内的一些服务。简单来说吧，如果是一家海外的机构想在我们国内进行使用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我们国内的生产能力和比较强的加工能力的话，可以委托我们进行原料的提取，不需要通过海外直接运黄金直接运输过来，减少中间的运输的环节产生的风险。比如说委托我们在上海国际版开户，我们作为国际版会员是可以代理这些企业在国际版开户，开完户之后呢，可以在我们委托我们进行在国内银行提取原料，直接就是标准的1公斤金锭，生产出来可以委托我们来进行生产，我们有这样的加工能力，生产出来呢，我们可以直接就通过来料加工等情况直接发货到国外去，就减少了中间的原料金的进入，直接就生产加工出来。另外一种呢，就是反向了，就是我们在海外各家机构如果有销售的黄金，或者是有一些产存金需要进行回收，或者是进行这个流转的话，减少资金占用，可以委托，可以直接销售给我们香港翠绿金业国际。然后呢，就直委托我们生产，我们买，就是我们采购之后呢，可以委托我们的翠绿金链有限公司进行金锭重铸，
本身我们如果 我们是 LBMA 的会员，LBMA 的这个 Good Deliveries List， 所以呢，我们的金锭可以直接进到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版交割仓，同时呢，直接可以成为我们客户下的这个直接变成了我们的电子金账户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就正向和反向可以完全为客户服务。我们香港金业国际公司本身也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版的这个会员 A 类会员，可以受托在为各家海外机构进行开户进行服务，所以呢，各方面业务呢，无论正向还反向，都可以为我们全球的各家机构进行服务。这是我们现在作为国际版会员，就作为我们这个响应"一带一路"，我们作为民营企业，希望能做到的，能够响应国家，同时呢，也为了自己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之一。下面呢，就是把我们的整个国际的未来的发展的举措与大家各位分享。那就我的发言就在这里结束了。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Mr. Mo.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We just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rilu evolves into the course of China gold market, integra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market. So we believe this has been and will be the choice and the right development path for many gold companies in China. Meanwhile, we think it also be a topic that most international gold company would like to discuss.When they cooperate with China gold markets. So SGE take it as its responsibility to serve the international gold market by putting forward a market-bas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strategy. At the same time, SGE is committed to serve gold market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by connecting the gold enterprises across the world.Therefore, to link China's gold marke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gold market has become a mission to SGE. Undoubted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old market and SGE c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every one of you. So we hope we could, as always, have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advice. So thank you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ttending this seminar.And we'll be open to have discussion of this seminar. Thank you again.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in China, in Shanghai, and in SGE. Thank you.